你怎么一天到晚拿着这个手机在那里玩的呢？带着你儿子也是这样，一天到晚拿着那个手机在那里看。那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来，我买了玩具，你带他玩一下，不要一天到晚拿着那个手机在那里刷。怎么一天到晚在那里看电脑呢？天天在那里看电脑，除了看电脑，你还会干啥？学建模的。也不要一天到晚在这里看，来。益智玩具，多多动脑啊，多动脑，多动手。益智，不要这样问。哎，来来来，很好，一起。啊，字幕，你们最喜欢的，走，我们一起去贴。哎，看一下爸爸买的是什么字幕。哦，这个是奥迪双钻的恐龙字幕，哎，这是解密机械侏罗纪吗？哎，他们两兄弟为什么会有三盒嘞？另外一盒是给你玩的，你跟他们一起玩。我也有份呐、啊，我也要过儿童节。好吧，来吧，那要选哪一个啊？乐乐他是写作业的，刚才他跟我说他要这盒大，剩下两盒，你要哪一盒呀？哦，零件多的呢。一样多吧，应该。那我们两个来看一下，谁最快把这个拼好，怎么样？乐乐是最多，他有两个。他一个都。好羡慕啊！对，继续拼的是这个甲龙。我拼的是暴虐龙。看一下我们两个谁先偏好、啊、哎，那我们要是输那个人要怎么办，赢了要怎么办？输了那个做个大冒险。大冒险是吧？ OK， 我们现在大冒险的题目先想一下啊，但是现在让我们开始拼了。天外星生物，我已经拼成这样子了，西西，你拼成什么样啦？哇，拼完了！西西，快拼好了，这么快的吗？西西，晚了，先去冲凉，去吧，去。哎呀妈，冲凉！赶紧去冲凉，你冲凉时间到，赶紧去。啊！我故意的。缓兵之计。赶紧去，去吧，去冲凉。不能让他超过我。怎么感觉这个爪子怎么都不对劲呢？这样子拼？啊，你拼错了，拼错了，拼错了！我知道拼错了，但是哪里拼错了嘛？你中间这个连接的搞错了。啊，又被累了。我才拼的这样子，一点点才拼了一个腿，两个爪子。有啊。啊，你这拼哪了？嗯。好吧，剩了，思思剩了，不过我不怕，我还再拼一下。这个修好就换了这一个零件。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恐龙，总感觉它哪里怎么不对劲呢？为什么趴在地上呢？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你看它是很有精神的。哦，我知道哪里不对劲了，应该是它这个脚，应该要脚，它的脚，哎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要这样子调一调，对吧？
你看它腰腰杆给我举起来，来这样子它是不是精神多了呢？再看一下西西的，哇西西的这个真的超好看的，我这个啊呜吃掉你。西西的就是已经拼好了，哇超级漂亮的，然后乐乐乐呢就已经拼了一半这样子的啊。这小车呢，乐乐的小车就已经拼好了，看了我还是最慢的一个。他们两个已经睡觉了，大冒险的话明天我们再兑现吧。